看，我老婆包的包子包了这么多，这里面放的白糖这两个，你要捏紧，捏不紧了它一会儿就溜出来了。放的永远。这都是蒸的包子，素包子，粉丝的，粉丝包，这么多。这个，这是再蒸几个花卷，看一下怎么做的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是不是还要放响油？这是放香油，就是芝麻油。我们老家都是说香油。放的太多了。多了就多吃呗。把这个香油给它涂抹均匀。撒上面就不粘了，是吧？对，它会等会儿看一下，一层一层。这能整几个？这个五六个。可以啊，我给你。我知道了，刚才那边门没关，那个火一直往一边。这一层是花卷，然后这是包子。哎，蒸了这么多包子。我的糖三牛呢？这是花卷，看都有胶了。开吃开吃，看蒸了这么多，吃口包子。